潮店恐惧症。哇，我们去往这家潮牌点噻。水果店一看就好吵啊！哇，住住住住！天哪，店员都这么吵！你好，欢迎光临大生。我好吵，我脚趾都抓地了。哇，我先去试一份哈。救命啊，好烦啊！不要一直跟到我嘛。太吵了，心流落下。天哪，太吵了，吵得我疯死病了，烦了。他们都在门口咋出去啊？怎么往我这边走来了？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，不要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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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真的有超点恐惧。睡前我都在想什么？我得了绝症会变得怎么样呢？小芬快学了、小芬突然给了我个 U 盘，快看怎么弄啊？这录像了吗？这是啊，录像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芬。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不在了，我去了另外一个地方。珍珠，我把我最喜欢的兔子吊坠笔放在你的文具盒里了，送你啦。带着这支我回忆的铅笔和杰哥好好生活下去吧，爱丽丝。曾经我们如同姐妹，现在形同陌路。现在想想那些恩怨根本不算什么，我都释怀了。以后没有人和你斗嘴，你一定也很无聊吧？我就猜到你们已经哭了。别哭，快擦干眼泪。爸爸妈妈，女儿不孝提前走了，你们现在肯定很后悔没有给我买上次商场里那个芭比娃娃吧。我原谅你们了。线下这段时光我过了真的很开心，这个视频是我在巴黎录的，去环游了世界也算是了了我的一个心愿吧。我真的有好多话想跟你们说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些年的高级玩意。哎，老板，这是什么呀？隐形笔。是的，用它写字可以隐形哦。哇，小芬，你干嘛呀？我想写日记啊。日记？这是皇帝的日记啊，哪有字了？不行啊，这是隐形笔，写完字用灯一照就能看见喽。我的天啊，牛吧！以后写日记、传纸条，别人根本看不见。那个，今天中午吃什么？朱两分，东西拿上来。上课不能传纸条。怎么是白纸啊？又想偷看我日记，哎，有了，好渴呀，我要喝水了呀。我看你还怎么偷看我日记？长大后迟早要还的。这不是小时候住我家隔壁的泡泡吗？怎么会遇得到他呀？我的天！泡杯才见皇上。壮壮哥，你要说爱妃平身吧？爱妃平身吧。皇上操劳过度，要多加休息。壮壮哥，能不能集中精神一点？你要说爱妃真懂事儿。爱妃真懂事儿。没事儿，这是芬妃。干什么呢？皇上是我的。好妃，好大的口气！皇上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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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我的壮壮哥，我要你飞我，飞我，飞我，飞我。好美的一张脸，好丑的一颗心。你们在干嘛呢？我看到电视上床上睡在一张被子上就有小 baby 了，我要当妈妈了哟。哦，你们这是在干嘛呀？我要当妈妈啦。真潇洒。你有病吧？为什么我要跟他玩这无聊的游戏啊？救命！看不到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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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到。小时候干过的蠢事。小芬啊，咋个从来都没看你穿短衣短裙啊？哦，好烦啊！我为什么像个男的一样汗毛这么多啊？太慢了。哎，剃须刀，爸爸的剃须刀真好用，没有汗毛我都变白喽。天哪，小芬，你居然没有汗毛哎！对呀、啊，我可是无毛新人。哇，真的会有人变毛？对呀、啊，你注意。哇，好羡慕啊！你是遗传的吗？就是遗传天生。
生的。他们说汗毛多的人雌性激素太高了。我平时都不敢穿裙子。没关系啊，不用羡慕我，你可以去玩以闪亮之名，里面不仅可以恋人换装穿小裙子，皮肤肤色也可以自己选择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，可以实现不一样的自己。这还可以指一间豪宅拥有理想生活呢。对呀、啊，我刚在里面买了一套海边别墅哦。哇，你这样我们做什么？八戒，八戒，怎么又长出来了？怎么又越长越快了？八戒，我真的是活该呀，都是以前越刮越多。小时候最后悔的事，这儿就是奶奶给你带的土鸡蛋哈，还有腊肉香肠。哇，我最喜欢吃了。这次奶奶做了5个小时大巴车，专门给你拿过来的哦。谢谢奶奶，我最爱奶奶。来来来，背好，来蛋糊糕。又是蛋烘糕。奶奶，我想吃这个烤肠。好。奶奶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大姐，真丢人。哎哎，把钱给你哈。等等，我要小芬。等等。妈，你今天就爱小芬睡了。妈妈妈。糟了糟了，我不要挨着奶奶睡了，奶奶身上有味道。你小芬，你是不是说脏了呀你？不要。哎呀哎呀，小孩子不想睡就算了嘛，我睡沙发。妈，没事没事。妈，那你挨着我睡，你喊你老二睡沙发。哼。我真想给自己两耳光，我当年是在干嘛呀？爸，我觉得奶奶今天不怎么，你爱跟我睡吗？奶奶，你爱跟我睡吗？对不起。那些年的羞耻心。奶奶在说什么？小芬好奇怪啊，从来都没看到她在学校里面上过厕所。又是哪个周四了？真的快一个周了。我要留着周五放学回家上厕所，学校里面我上不出来。我肚子好痛。小芬，你为什么不在学校上厕所啊？我只认家里面的马桶。而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学校里的厕所连个挡门的都没有，别人一进去就能看见你在。哎，就是啊，太尴尬了。去嘛，我帮你挡住。好吧。你为什么要脱掉外套啊？你衣服上沾上味道了。老师早上好。老师好。好尴尬，老师怎么也上厕所？你们站紧一点，帮我挡着点。好。看什么看？诡计多端的人。这个，就两个吗？除了这两个，其他都包起来吧。一个情人节而已，买太多了吧？没事。哎，文艺，明天情人节你准备送什么？明天情人节？对啊。你给我点了外卖，里面放了葱，你什么意思？哦，对不起，我给忘了。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，分手吧。真奇怪，明天情人节，今天闹分手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你们上次分手是不是你过生日？是的。去年七夕节分手，然后我们陪你买醉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不觉得太巧合了吗？一刀切，他就跟你闹分手，他绝对是不想送你礼物，故意的。不会吧？然后过两天就找你和好，你的礼物还要照样给他。对吗？我们和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文艺的消息，你看是吧？节日一过他就来了。好吧，我原谅你了，我到此吧。那就罚你赔我的情人节礼物。好呀。什么礼物？什么礼物呀？礼物就是我的